屏东垦丁一处生态园区主打可以近距离跟水豚互动，但却遭到游客欺负。有游客趁着喂食水豚时打了水豚一巴掌，水豚被吓到了，但是一行人却是不断的大笑，之后还拍打水豚的臀部还有泼水。另外在高雄，有民众看到猕猴好奇的跟上前拍摄，反而遭到猕猴的追赶。和水豚近距离接触喂食牧草，下秒进一个巴掌打下去，无预警挨打，水豚吓到弹起来，身体往后缩，一群人却乐得哈哈大笑，还转往水池去。朝另一只水豚臀部拍下去，水豚急忙游进水里逃走，遭殃的还有同伴被人朝脸部泼水。老两只他们也觉得不是滋味，所以他们就很快速离开。地点就在屏东垦丁这处生态园区，体验亲近小动物的乐趣，却传游客戏弄骚扰。园方说，当天看见立刻制止。水豚们虽没受伤，但神性敏感，速度变很快，它会想要逃跑。那如果惊吓过度，会死掉。爱它就不该惊扰它，转往高雄。民众路上巧遇猕猴，好奇跟拍，没料到猕猴突然回头。对不起，快步奔过来，民众被吓到，尾随他的关心，他对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违和。专家研判，影片中是只雄猴出没市区，有可能遭人弃养野放，也可能交配季往外寻求其他猴群加入，路上巧遇别对眼别驱赶，默默离开，避免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